我们今天在学所有格的时候啊，这就是要补充老师的一一不能分共匪的最后一项，就是非生命拥有加二福两边啊。但是呢，一般有生命的话是加就是 apostrophe s 嘛，对不对？但是 apostrophe s 除了有生命之外，还有哪四个例外 ？Hello， 国家、组织、年月日。国家、人民、办公和住所，好，那这样刚好这个口诀是在解释补充老师的一一不能分共匪的最后一项，有没有想到？啊，好，那原来他们都是要加在 of 两边的，但是因为像国家、组织嘛，跟年月日，他们习惯上是加什么撇号 s， 对不对？那再来国家、人民呢 ？Countries, people 习惯用 in 或 from 来接，譬如说 country people 习惯说 the people from my country 或 the people in my country 来解释 the country's people。那办公或住所是在告诉像是一些专有行业，医生或者是某个人名或某个你的亲戚，他只要加撇号 s 后面不加东西，譬如就可以等于他的住所或办公地点。譬如说 I'm at the doctor's 指的是什么意思？我在这个医生的办公室。如果老师说 I'm at Mary's 是什么意思？我在 Mary 家。好，我们最后复习一下一不能分共匪的最后一样 of 两边的补充用法，例外有哪四种？开始，国家、组织、年月日啊，老师一直没有讲年月日。比如说上个月的新闻 last month's news， 你不能说 the news of last month， 对不对？年月日。再来，国家、人民、办公和住所，最后一次开始，国家、组织、年月日。国家、人民、办公和事务所刚好可以补充老师的一一不能分共匪。哇，那这样老师说格的口诀是不是就更完美了啊？好，那就上到这边。